主内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各位朋友平安，大家好。那么欢迎你来到浩然信仰与人生频道。我这个频道呢是立志于就是说把这个信仰和人生的关系，然后进行探讨，让我们通过我们这个正信啊，然后活出美好的、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来。那么我想不光是你自己，也是一个。请邀请你的朋友啊、家人呢、啊，有的时候可以这个一起看这个节目。我这节目也是比较短，一般不超过20分钟，15到20分钟，在吃饭的时候或者其他时间都可以收看，是吧？那么呢，我也是愿意把我自己的一些背景给大家介绍，因为这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那么我是这个太行山区啊，这个保定出身的，父亲是小学老师啊。然后呢，真的是很幸运，很感谢。那么是在83年顺利考入了大学啊，河北医学院医学系啊，然后完成学业以后啊，读了硕士在国内啊，很幸运的能够学两国外语，当时英文和日文。那么在日本的教授来的时候，我就被选上啊，可以啊推荐以后到日本啊，作为国费留学生到日本留学。那么一气呢完成博士学位，做了特别研究员啊，博士后特别研究员，然后呢做了助理教授啊，完了以后。这个勤奋努力哈，也是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能够有机会到北京大学啊医学部啊作为引进人才啊，做硕博连读的导师、副教授。那么移民以后，然后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一直做科研、教学啊医疗相关的工作。那么也获得美国的医师资格啊。但是神的呼召呢，让我感动我，也是在这个其他事情。没有那么顺利的时候，那么这个神说啊，叩门就开门，神就给我开了这个啊服侍神的门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最好的门啊。我已经服侍神呢，然后在天道神学院完成神学装备啊，学的是英文的啊，完成神学装备以后，那么服侍神已经7年了，现在在这个高城剑桥华人宣道会啊做主任牧师啊，也就是大概接近6年吧啊。五年的时间，然后按牧呢4年了啊，非常的感恩。那么呢，神对我有啊三方面的呼召，第一个首先是牧养教会，第二个传播福音，第三个呢也是我现在就要做的，就是在文字上施工，视频上施工，那么在神学上啊挖掘，然后呢这个求神使用啊，特别是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很多的。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需要回答，那么人类需要摆脱危机，我们靠着自己啊，不管是再好的哲学家啊、社会学者，已经无法解决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所以呢我们还是从啊神的话上，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上，从他去找。所以呢我现在呢，今天呢就给大家讲这个系列，就是圣经到底讲的什么。那么这个很多人学圣经学了很多年，不知道到底讲的什么啊，做牧者的还叫这个我们的传道人，也不知道圣经到底讲的什么啊。我们必须从这个现实，从历史，然后从人和神的关系啊，这个方方面面的，然后去这个解啊，去这个求神啊，圣灵带领开发我们的这个智慧，然后把这个圣经到底讲的什么告诉大家。然后呢，这样的话有利于传播福音，也利于真正啊，有利于我们确切的理解圣经的真理，而且在我们这个生活中能得到应用，特别是在我们现在这个后现代化时代，然后面临这么多的问题的时候，那么圣经如何啊，这个在建造教会啊，改变社会啊，引领人类这个走向未来这过程当中啊，焕发生机，好不好？那么呢，我就不再祷告了。这个，那么呢，我们直接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我们今天呢，我给大家这个分享的是，就是个体、群体、国家、民族、世界都需要神的救赎、神的拯救啊。那么我为什么谈这个题目呢？这个，因为呢，我们圣经上啊，绝大部分牧师讲的救赎全是个人的。OK， 就是一人啊，这个就是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还有呢，神爱世人，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不对？都是讲的某一个人啊，然后你信了，你得救赎；
你不信的啊，可能这个不大影响，是吧？没有很少探讨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今天的侧重啊，花一些时间啊，然后去探讨这个问题。那我讲的也就是15分钟到20分钟之间，是要牵着大家关键注意哈。那么在这个以前呢，我讲了24讲，啊，我很快的把一些啊前面的一些最要紧的哈，圣经到底讲的什么，给大家说一下，免得你呢不可能把我的50讲全听了，你可能只听了这个几讲，碰上这一讲。所以呢，我也愿意让你呢了解一下圣经到底讲的什么，我讲的和以前你听到的人讲的有什么大的不同哈。我讲的第一讲就是啊，神让我们什么呢，圣经让我们树立有神和神创造世界万物的这个世界观。 OK， 这个呢我们要了解啊，这个再一个呢，我们要认识人的本源和我们的特质，哎，好不好？还有呢，那么社会的最基本的细胞是家庭，那么是这个我们的婚姻是神赐的，而且是与神所立的约，哎，好不好？对，那么呢看一看啊，那么呢我们啊要这个，那么神是掌管历史的，哎，那么呢我们要以历史以史为镜，以史为鉴。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啊，这是圣经要讲的什么呢，是天赋人权，神赋人权啊。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那个普世价值啊，神是普世价值的赋予者，神是普世价值的守护者，神是普世价值的这样最好的然后最高的体现者和代表者啊，普世价值。 OK， 那么呢我上一讲24讲讲的嘛啊，人类啊要从现实世界宇宙人类的全部历史中认识了解神啊。当然圣经里也告诉我们，我们从圣灵的启示来理解圣经啊，从圣经里来理解神啊，这都是文字哈。但是呢我们这些文字一定要结合我们现实的生活和世界，好不好？那么今天呢我这是现在讲这个事也是很重要的啊，我觉得它是一个创建啊，这个人。那么呢我们现在一个人啊，一个是一个个体的人 ,OK, 但是我们同时是一个社会的人，懂吗？是吧 ?OK, 你在这个社会当中，你最小的范围可能就是你的家庭，然后你到你的工作单位去，是吧？还有呢，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话，我们带来教会里啊，在这个网上啊，或者在团契的生活啊，在教会里崇拜里面，是不是？还有呢，那么我们社会整个社会是一个网络，现在地球呢通过这个 Internet 是吧，因特网又连成了一个地球村，是吧？那么现在是媒体的 YouTube 啊，这个各种信息特别大，是吧？那么呢我们现在是实际上是一个相互影响的社会，是吧？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相互交织的社会里面啊，到处都有 WiFi 啊，到处有 WiFi。 所以呢生活是，所以呢我们是就是说这个哎，这个人呢那个也作为一个个体的人，我们生下来就有先天的缺陷，而这个先天的缺陷就是我们的始祖在亚当和夏娃他们进了伊甸园以后，然后呢神告诉他们不该做的事他们做了 ,OK, 并且是吃那个东西呢一到肚里一吃，哎，就成了身体的一部分，然后呢就一代代的传递到我们下面，这叫罪 ,OK, 那么华人比较理解的东西也就是我们的问题啊 ,OK,思想的问题，是吧？我们身体，那么我们身体的有缺陷的话，比如说一个残疾人，对不对？他生下来以后，对吧？他残疾，腿不能走路，是吧？哎，和是吧？还有什么呢？对不对？可能啊，是就耳朵不能听，这叫残疾，是吧？眼睛是瞎子啊，这个失明，对吧？这叫残疾。我们知道这个需要修复缺陷。现在眼睛天天瞎的人是吧，啊，除了耶稣能治以外啊，这个伊隆马斯克说他要搞一个什么电子的，然后给他戴上以后他能够看见，是吧？现在还没实现呢啊，一般不能治。但是呢我们知道有缺陷的时候肯定需要校正啊，是吧？你看那个这个有的人这个嘴啊咧着啊，他跟校正以后好看一点嘛，是吧？对不对？如果腿他有先天的这个咧 X 型腿啊或什么的，他通过骨骼的校正还可以变得正一点嘛，需要校正，这个大家理解。但是人我跟你讲啊，人先天性的就有巨大的缺陷，而这个缺陷是灵魂的缺陷。OK, 我们听圣经里叫成罪啊，就是罪啊，就是说罪，骄傲、贪婪、自私、好饮、懒惰 ，OK, 对不对？有几个人不懒，是吧？对不对？啊，烦恼啊，啊，嫉妒啊，是吧？是吧？对不对？哎，这些东西，还有呢，我们先天有神，我们不认识神呢，是吧？我们骄傲啊，视而不见的，是吧？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罪，而这个罪呢，对吧？我们说都需要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说一个先天残疾的人、缺陷的人需要修复，而这种灵魂的修复也需要修复，而且这个修复的方法不是医院能做的 ，OK， 也不是学校能做的，是吧？太慢了，做不到。但是这什么能做啊？就是在教会里。什么是教会啊？不是说你一定崇拜神那个场所，而是说在神的肢体里面。在神的肢体上，在神的里面呢 ，OK， 在神的里面。那么更直接来说，就是说有一位耶稣，这位神儿子，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了，对不对？然后担当了我们的罪，让每一个跟他建立关系的，相信他所做的，相信他所说的，按照他所做所说的去行的人，就得救了，啊，就得救了 ，OK， 就是从一个残缺不全、坏人。是吧，很多问题的人通过归顺耶稣，把自己的观念放弃，按照他说的做，按照他说的做，对不对？掌管不对，就是得救了。哎，这是讲的某一个人哦，那讲的某一个人，对不对？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一个人是如此，对不对？是不是一个家庭也如此？一个社区也如此？一个群体，我一个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不是也如此？我说是的。OK。一个国家，一个人需要拯救，一个人不拯救的一个人，这个就啊，这个人就没有生命。如果一个家庭不能得救的话，这个家庭也没有生命 ，OK， 对不对？吵架、争执、打架啊，就算不争执、不吵架、打架，也不会过得太好的，哪会过得太好的 ？OK， 那你看到西方的国家哈，还有这个信神的国家，他们家里啊，还很多很多事情，哪方面一看到他们家的就是那么和睦和善，不是天上来的 ，Right？因为他们有信这个神，他家里得救了。圣经啊，这就特别一句话，他说我怎么得救呢？是吧？对不对？你和你家信主就得救了，是吧？那么下面呢，我想看一些经文呢，然后从几个方面呢来阐述一下哈，对不对？啊，第一个，我们从个体方面 ，OK， 从个体方面，那个体方面这个圣经呢，约翰福音第3:16，这是圣经里最引用最多的经节，也是很多很多成千上万的人啊，就是靠着这些经文，相信这些经文，然后得救的啊，认识神的。怎么说呢？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OK， 哎，人人都想永生啊，是吧？慈禧太后啊，然后那个秦始皇啊，是吧？哎，还有世界，现在很多人，现在据说国内的高干都想办法，把301进行研究，能够让这个中央首长能活到120岁、150岁的，甚至200岁的啊，都想这样的。可能其实现在靠人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可以延长啊。OK， 但是这就叫永生。哎，他这是什么呢？啊，人本来生下来是带罪的啊，这个罪他是致死的嘛。OK， 然后那怎么就得救了呢？啊，神把这个独生子赐来了，他为你的罪死下来，你只要信他，他就代替了你的罪，然后这个罪被赦免了，罪的公价乃是死，也就免掉了。哎，这是一个人的信主啊，我自己这么信过来的啊，过去很骄傲的，然后呢也很贪婪的，然后呢总是追求那个高大的，是吧？很多人，哎，很多这个方面是吧？有的我的前辈啊，我的头什么的，哎，浩然的，你盛气凌人的 ，OK。那么从那儿。我怎么改变的 ？OK， 2001年来到信神了，是吧？然后呢，崇拜神了，读经祷告了。哦，原来我有这么大的问题啊，是吧？有这么大的问题啊，我的志向没变，是吧？我的理想也没变，是吧？但是我人骨子里改变了，right？ 为什么改变了？就是信耶稣啊，信耶稣，好吧？我希望你也能信耶稣啊，你就真的不至灭亡了，反得永生了。耶稣说，信他的不死，死了信他还能复活，这是真的。我现在有这种，我有这个信念 ，OK， 好不好？这是啊，是从个人上，你家里你也好，你太太也好，你先生也好，你每一个人也好，这是从个人上啊得救。然后圣经里贯穿的全部大部分地区啊，大部分地方，都是教导这个，而且绝大部分牧师讲的也是这个啊，讲的是这个，他们不讲这个群体得救，也不讲民族的，也不讲国家，但是呢，圣经里我今天告诉你，就是啊，我们啊，这个啊，群体国家都需要，而且群体国家怎么得救？而且圣经里讲的就是他要让你国家民族得救。OK， 我们看看啊，这个《使徒行传》啊，这个第四章啊，《使徒行传》它是这个在这个卢加福音后面啊，《使徒加福音》那个附加福音分一个叫《使徒行传》，是教会的。OK， 他说4:11说，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OK，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这里我们就是个群体 ，OK 啊，这个群体包括世界上所有的人，至少它包括的就是《使徒行传》里这些这个写这个圣经的时候那些一群人，因为靠着得救。那么并且前面跟你说的 ，OK 说天下人也 ，OK 是犹太人所弃的石头，什么叫犹太人弃石头？石头是盖房子的。那么石头盖房子以后，这个石头是这个盖房子的。那么这个石头呢，它本来是很硬，可以盖房子的。可是呢，犹太人盖房子的时候不需要它，他把它给弃了。怎么着？他把它给杀了嘛，放在十字架上，他把它用这个十字架刑苦刑啊，给处死了，给处死了。那么呢，给处死了。然后呢，可是呢，他就是因为他处死他了。然后呢，他就成了头块石头了。那盖房子的时候有一个房的基石啊，把那个石头放好了以后，就可以定位，可以压舱石了。那么耶稣呢，就是变成这块头块石头了。那么，并且关键点在什么呢？除他以外没有拯救。OK， 你啊，我们说条条大路通罗马，是吧？但是在这个拯救上没有条条大路的啊。你是印度的神，你是这个埃及的神，你是日本的神，还是中国那个老佛，这个在拜那个佛，这些都不能成为拯救通往这个神父神的路啊！因为这个神只这位父神只有一位，只有一位。那么他派的独生子也只有一位啊，他派独生子只有一位。那么呢，现在呢，那这条路就是一个窄路，而且只有这一个路。OK， 那么呢，所以呢，他是拯救，是通过他来拯救的，而且拯救的时候，天下人间所有的人，大大小小不同民族的都可以拯救，而且这些呢，包括呢，所有的人都可以得，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么在这个《使徒行传》第26章第30到31节中呢 ，OK， 我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啊，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呢 ？OK， 所以他们说。当信耶稣，你和你一家，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啊！他说的非常的肯定。哎，等这个对话的时候，然后彼得他啊，或者是这个我们说这个谁呀？一个是彼得，一个是保罗啊，反正他是个使徒了。哎，他这个使徒啊，在进行这个对话的时候，他有个上下文，一个前后这个上下文呢。那么他们就非常关心如何得救的道理。他就是说，我们知道圣经里讲了很多东西，就是一个人的事嘛，是吧？一个人的事。那么这个时候他回答的时候非常的干净利落，说的非常的清楚。那像他知道他们是一家人嘛，是吧？那么这个得救是不是临到某一个人身上啊？临到一家人身上，对不对？当然，神期待的是一家人，你一个团体，是吧？是一群人。那么是家族，现在是中国是独生子女啊，是一个孩子。现在有开放的二胎了，家庭比较小。那过去一大家子，可能10个人、8个人、20个人、30个人，很多生活条件的时候并不是太好啊。现在这个西方国家一旦结婚或者城市里啊，他们一结婚呢，就是买自己的房子、租自己的房子在外面住了。那会儿的时候是一个大家族 ，OK， 但是很多人呢，是吧？那么现在期待什么？就是说你要需要得救的不仅仅是一个人，而且是一群人。而且某一个人，如果这个家里的家长他得救的话，他会号召他家里的人都归正信神，是吧？你要同你这个道理啊，哎，这个对我们这个基督教，我就有两个启示。第一个就是说啊，如果这个家里这个你传福音的时候，如果你传给这个最有力量的，他最有代表性的，是吧？那么呢，你传给他的时候，他家人都跟着得救。OK， 像我们家啊，最好传给我了，是吧？传给我的时候，我是带着我儿子去教会嘛。Right， 就得救了嘛。那么后来我在家里看团契啊，然后这个师母太太也跟着嘛，最后他也跟着去上教会啊，然后他也都举手就信主了，然后受洗了嘛，是吧？所以呢，整个的过程啊，你看到哈，就是这是一点啊。另一点很重要，是我们这个改革的基督教呢，然后那个丧失了一个很好的传统，这在天主教这方面还得坚持啊，耶和华见证人什么的啊 ，OK， 他们怎么着？都是一家人啊，信主以后，家长信主了，然后呢，家里人都跟着信主 ，OK， 一代一代的，是吧？都一代一代，所以他会传下去。所以这里面呢，我跟你说啊，要需要群体得救 ，OK， 群体得救也需要群体的信主 ，OK， 就是群体信主。那么一个家庭啊，等你家人都信主了，有共同的语言，然后呢，这个神的动工的时候，让你们彼此相爱啊，然后爱邻如己啊，然后去做光做盐啊，然后去教会崇拜啊，家里办团契啊，各方面都很容易的。OK， 非常有效率的 ，right？ 所以这是神特别需要的事情啊，特别需要的事情。那我们再下看，这是从这个个体，然后说的家庭啊，我们再看看啊，是民族、国家和世界都需要拯救
哎，对不对？我们常常抱怨，哎呀，中国啊有很多贪腐啊，中国这么堕落啊，现在美国啊竟然搞这个大选啊，这个民主党的这个候选人，这个各个州里啊，怎么就这么贪腐？特别是在这种早就做好手脚了，在这个 Pennsylvania 啊，在这个密西根呐，是吧？哎，阿尔桑那这时候，哎，很多地方发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啊。为什么一个声称是民主党，然后信神的国家，怎么竟然明目张胆干这个啊？我们有很多这个抱怨。是不是啊？有很多问题是什么呢？这是什么呢？说国家、民族、世界都需要救赎，对吧？那么这个救赎呢，有的人是没有得救，他是假基督徒啊；有的呢是虽然是基督徒，但是行不出来；还有的呢，他是骗神的。OK，等这个利益和他冲突的时候，权力和他冲突的时候，他宁可放弃这个信仰，放弃他应该在圣经里会坚守的东西。首先说，神是信实的，你应该在投票的时候应该信实吧？对吧？你不能够作假吧？是吧？你更不能搞欺诈吧？对不对？那何况在实践里写的非常清楚，不能说做假见证啊，是吧？对不对？不能做假见证啊。神是信实的，神是圣洁的，你们要圣洁；神是信实的，你们要信实嘛，是吧？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会里，我们应该这个国家一个好的国家，一个优良的国家，一个这个有永生的国家，是吧？它一定是跟随神的。OK，我们看一下经文啊，在这个马可福音第16章第15到17节啊，要15到16节啊，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听见了没有，弟兄姊妹？”常常我们说传福音给万民听啊，我们就认为他传给一个一个的。可是那英文说啊，是 nations， right？ 是 nation， 它是民族啊，是这个国家啊。那么当时的时候，比如说有30个国家、40个国家有名字的啊，他要传给不同的国家，欧洲有欧洲的，马其顿呐，哎呀，什么这个罗马了，然后呢，中国了，印度啊，这些古老的埃及啊，那一定是传给这个的。OK， 你看这说，你要是啊，对他说。你要去普天下去，要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一定要传给万民听。我们现在传福音的是一个目标 ，OK， 一个是个体的，一个是家庭的啊。然后呢，你要传遍整个目标，是吧？整个目标是国家，是吧？是国家。那么呢，罗马帝国当年的时候啊，就是传这个，就是君士坦丁大帝，他妈妈是信主的，然后呢，他儿子他就信主了，整个把摩罗马帝国带领着信主了。罗马帝国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他就带给其他的国家了，是吧？然后呢，这个基督教就传遍全世界。那么现在呢，这个基督教从传到欧洲，从欧洲呢一帮人移民，这些坐着五月花号的移民啊，这些这个清教徒，然后到了美国以后，他们就这个 founding father 啊，创始之后，他们就在美国建立国家，而且国家一直200来年呢引领世界啊，现在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为美国祷告，是吧？这也是传福音给万民听，你一定要啊，这个国家这个民族需要得救。那么呢，现在呢，这个我们再往下看啊，这个马太福音第28、18到20节是吧？耶稣进前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看后面说的啊。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OK， 是吧？奉父子圣灵的圣名，什么叫做耶稣基督呢？你要信主做基督徒，口称耶稣为基督，心里相信，口称耶稣为主，你就是得救了 ，OK。你要做他的门徒，不仅仅是在这个口上心里相信，口上认，你要有行动，是吧？参加主里的生活，去崇拜，去祷告，然后呢，这个按照大神的要求做，要事光事言，做光做眼，是吧？方方面面的，圣经里讲了很多的啊，讲了很多的。以后我们下面我50讲当中还有分享这个东西啊，那么要给他们施洗，给他们施洗，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万民做我的门徒 ，right， 对不对？那么呢，我们现在的使命啊，是拯救国家、拯救民族的，要拯救全世界的 ，OK。那么个别的一个是个体观，那么我们从量变到质变，这是一个，还有很重要的，你要有家庭观、有社区观。那就是有办团契啊，办各方面的啊，这个效果是很大的啊，是因为现在呢办这个媒体是吧？办这个媒体啊，这个是啊，你要是这是就确实，我往后面说，往第二十节说，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他们受洗，万民做我的门徒 ，right？ 这里面是包括这个从这个个体水平啊，这个群到了群体水平，然后到了国家民族这个水平。那么在这个旧约里哈，在这个创世纪里面，这个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那么等这个亚伯拉罕他那个神让他献他这个独生独子啊，
这个可爱的儿子哈，以撒的时候，等他献完了以后，神看到他的信心，看到他的顺服，哎，看到他那个敬畏神，所以神就说他，你的后裔啊，是就是万族必为你的后裔而蒙福。OK， 没有后面我说是吧？那么这个万族这里面，他就告诉你的这个是啊，不仅是个体，而群体、国家、民族、整个世界都需要被拯救。拯救等整个万族都被拯救救赎的时候，那么你说是不是全世界被拯救了？那么神他。再来的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那就所有的人都能够得救，是吧？所以呢，我们要好好传福音，然后呢，有这个全局的观念。我们现在做华人的，对不对？我们陶岛牧师都提出来，就中国的福音化，那么会啊，那么一个一个的做，这很重要。但是呢，啊，我们要传福音呢，有个大的观念，是吧？那么这个福音确实要求我们啊，要传到这个族群里面，传到部落里面。传到这个党派里面是吧？这党派里面，那么啊，我们啊，这个一个一个这个从个体这个一个一个的这种观念上升到族，上升到国家，上升民族。那么我们最好的办法，比如说让中国信主的话，你呢尽可能的啊，中央委员是吧？那个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那么还有说习主席啊，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呢，如果这个有这么大的观念，那么效率是不一样的，也符合神的教导是吧？所以呢，我们这个啊。如果我们这个国家就算是几个人很多人得救了，但是如果没有形成家庭的观念，没有在这个集体的观念成为啊集体的意识、国家的意识的话，这么也不算是真的救，也没有完成大使命啊。所以就从这个角面来讲，那么个体、群体、国家、民族、全世界，它作为一个整体都需要拯救，而且神有这个大能啊，神有这个大能。所以呢，那么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传福音，然后呢改变观念，然后提高层次是吧，然后呢建立这种机制，我相信神一定会成就他的功。他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始，我是终，是吧？那么呢神一定会成就他的功的，好不好？那么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那分享的是个体、群体、国家、民族、全世界都需要神的救赎，而且神有这个大能啊，让我们啊照着神所讲的去行去做，好不好？ OK， 今天呢我的分享到这里，谢谢你收听收看，请你转发点赞，特别是你的家人、你的朋友，给他们分享，然后呢转发到你的群里，好吧？让我们同做主工啊，让蒙益。圣经是这么好、这么棒的一本书啊，认识神、了解圣经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好不好？我们再见，谢谢。